记得那件白衬衫吗？就是第一次见面，他穿的那一件。那时的他总喜欢远远看着你，只是想在不经意间多留下你的样子。在一起的时间里，越是不那么在意，反而就越加清晰。谁知拥有了当时，但又因此辜负了永远。喜欢总是奢侈的，怎么样都会有遗憾。青春的套路里，他也不意外。离别是一封长信，可能要用一生书写。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，这一生也没什么，不过是终于喜欢你，终于失去你，终于来得那么早，一生却原来那么长。欧阳，你还好吗？